我们每一年呢都会有这个新年的歌曲嘛，有这个新年作品。今年我们仍然也是会呈现很好听的新年歌给大家。Gary 这一次回归了哎。天凤叔叔抢 C 位，说真的啦，没有人可以撼动那个 C 位的，因为他没有得抢的，所以而且我这一次回来，我是没有想要说抢什么 C 位这样子啦，就不要把我埋没就好了。没有人要埋没你，我们列入仙家。哦，我们做仙家呀，我们做蛇妖，没有仙、蛇妖，那是仙。我们是蛇仙，对，偶尔一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们都很开心，就是觉得我们终于可以扮仙了。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服装啊，整个打扮都非常的用心，对，然后整个感觉是真是量身定做的那衣服，对对对，那个仙。仙装仙家装哎，真的就特别定做，很漂亮，就有点小小的那种古装，但是还是有带现代的一些流行的古装，颜色也很漂亮，有蛇的那个韵味在。对，你们要期待这个造型 ，MV 的开头就看得到了，哇！你觉得我们这一次这一首新年歌曲的最难、最难、最难的地方到底是舞蹈？都是舞蹈，舞蹈。因为今天我觉得他舞蹈是特别的难。尤其是不是我觉得好像那种有一个跳，它分两个拍的，对对，那个 drop 的啊。不过我其实很drop的，我真的是 drop 了。他跟我讲不用跳，对，因为我是坐着跳的，真的。对，我昨天我有拍一下那一幕，其实那个是拍蛮久一下。其实舞蹈我反而觉得今年的舞蹈不是太难，你不要讲那个 drop 的啦，因为那个是僵尸舞，不是一般人。僵尸舞是我们私底下讲，其实他不是僵尸舞，蛇是我们跳不好才变僵尸舞。神曲是美和水料，今年肯定不得了。神曲是美和水料，吼吼。更多的新年 MV 消息，记得多多留守我们谈谈网和八度空间哦。